安吉丽娜朱莉跟布莱德比特离婚的事最近是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当有人看前夫笑话时，美国周刊传出小布前妻也就是詹妮佛安妮斯顿刚新婚好像也亮红灯了。据美国周刊爆料，詹妮佛不满新婚夫与交往长达14年的前女友一直保持友好关系，让小詹打翻醋坛子闹分手。其实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闹得要分开了，今年三月就有人曝料小詹与老公常常发生争执，甚至已经分居。不过詹妮佛的公司自己跟媒体说没这回事，我们没打算结束刚刚展开的新婚关系。说也奇怪，布拉德比特与詹妮佛安妮斯顿两人分手后都看对方的感情不顺眼，而各自的婚姻也并不是那么顺利。